以 Moringa Elixir 辣木瓶中钻为基底，专为生活忙碌需要健康体魄和思路敏锐的你而设。 Moringa Man 辣木瓶中状保留了辣木、沙棘果、巴西莓的好处，同时加强了可以促进血液循环、改善新陈代谢和提高耐力的有效成分，帮助你提升生活品质。健康的血液循环是维持体力和耐力的重要因素。疲劳、精神无法集中、头晕、头痛都是血液循环不良的最常见症状。女性会有手脚冰凉、麻痹、抽筋等的情况，而男性严重者则会出现勃起功能障碍的情况。所以维持健康的血液循环，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是非常重要的。 Moringa Man 辣木瓶中状搭配草本精华，如冬虫夏草、冬格阿里以及人参萃取物，传统上用于提振精力，是延年益寿的养生圣品。维生素 B 群，一种常见的维生素，帮助维持人体的神经系统，同时也参与细胞新陈代谢，促进红血球生成，以预防贫血的问题及帮助增强体力。氨基酸是组成蛋白质的基本单位， Moringa Man 辣木瓶中状也添加了三种不同的氨基酸， L 瓜氨酸、 L 精氨酸、 L 赖氨酸、 L 瓜氨酸和 L 精氨酸，用于合成一氧化氮，帮助血管扩张、血流顺畅和调节血流量。 L 赖氨酸是人体必需氨基酸之一，用于增强体质，帮助提高免疫力及促进生长发育。 Moringa Man 辣木瓶中状也加入了西梅，西梅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和纤维素，同时兼含铁和钾等矿物质，其中铁质是制造红血球的主要元素，可以帮助预防心血管疾病和中风等问题。 Moringa Man 辣木瓶中状非常适合运动员、上班族，同时兼顾事业和家庭的女性，还有体力不佳的你。每天早晚空腹各喝一包 Moringa Man 辣木瓶中状，为自己的健康充电。 Moringa Man 辣木瓶中状，一个让你无法抗拒的活力泉源，